先回去吧，我去齐天殿内向列位神尊祈福，稍后便回。是。还是自己的衣服穿着舒服，回来时还得换回来呢。小妹妹，你哇，好大的建筑啊！神族下的禁制在抵抗你的仙术，两股力量持续撕扯，会害死他的。两名凡人擅闯齐天殿禁地，你可知罪？不，凤老，私自来齐天殿是我的主意，与灵犀小姐无关。不用急着揽罪，萧公子竟被神识锁了部分记忆，看来身份不简单。这一点，是不是也得跟长老会解释一二？凤老，您会出现在这里，绝不是闲来逛逛。有话直说吧。还是跟你们这帮小辈说话说的。其实我们可以做个交易，我可以帮你们隐瞒擅闯禁地之罪，还可以把封印解开，不会伤他信任。屠姑娘，坐吧。这，赶紧揣起来，灵犀小姐好不容易偷来的。啊？啊？开个玩笑，这不是缓解下尴尬气氛吗？那日海上，萧公子冒死救我族人，家父当时暂借玉牌以挡众议。如今也该归还了。嗯，这回是真的，拿着吧。萧姬他们是我同族，我已经用玉牌做了这个交易，哪有事后又拿回来的道理。屠姑娘不必多虑，虚家欠的恩情自当虚家还，
就他属虚家分内，无需交易。既然如此，谢谢灵犀小姐。其实还牌只是顺便，今日请你前来是萧公子的意思。啊，丽娘，我小时候来过四亮岛。什么？喏，这本书灵犀小姐说从小就带在身边，但我可以肯定，这书是我儿时家中的图册。哦，我八岁那年曾和表哥一起失踪过一阵，听家父说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又被神秘人送还，但期间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我和表哥完全不记得。直到今日看到这本图册，我推测失踪的那段时间我应该是到过这座岛。推测的？我书都在灵犀小姐手里了，有据推测。你怎么确定这是你那本？我确定，我想起在船上和人撕扯这书了。船上带你们来的人是我爹吗？想不起来。你就只想起撕书这么点儿？哎，我这段记忆从小到大都是空的，现在能想起这点已经算重大突破了，而且隐隐觉得此事可能和你爹有关，毕竟之前答应关于你爹的事不再瞒你，但我是真的想不起其他细节了。那你们是通过什么方法进出这里的呢？是一个手串，他见过，虽然我们还不清楚用法和原理，但我确实也通过它来到这儿了。原来钥匙是手串。这么看来，你也是参与当年阵法的孩子之一。啊，阵法？嗯，就是你说当年引起岛上浩劫的那个。对，我和灵犀小姐当年都在阵法之中。我那时只醒了一小会儿，看到周围有很多孩子，没想到还有来自岛外的，然后就被爆炸气浪卷走，记不得其他了。我也只记得当晚睡前的事，再醒来已经是身受重伤，被家人从齐天殿救回了。这本书父母说我一直紧紧攥在手里，但如何拿到的，怎么受的伤我都不记得了。无论是我爹的下落，还是当年阵法的真相，如果萧霁真的经历过，那从他的视角一定有新线索。只要有办法，想起更多。哎，我曾在虚家典籍中看到过可助记忆恢复之术，需以故地重游为药引，并施以助游术，便可令旧影重现。啊！但岛上对当年阵法之事至今三缄其口，恐有秘心，萧公子余毒尚未清尽，若让长辈们知晓真实来历，定生变数。若萧公子信我，可由我试试此术，虽不及长辈们熟练。我当然信。就是，没想到灵犀小姐不仅愿意替我们保密，还愿意助力此事。故地重游的话，最重要的当属事发地齐天殿，但那是禁地，有结界和看守。我有办法，就是需要做个准备。正好今日时辰不早了，屠姑娘就在这住下吧。一同准备完，明日一早我带你们进齐天殿。哎，好。好。若能获取萧霁记忆中的信息，当年真相或许会有大推进。但仅凭虚假萧霁，真能解决吗？
红色的树，程家附近，法术要慎用。上仙三番两次来程家，所谓何事？程轩，原来是程家附近，还有急事，先不聊了。站住！本就想探探你的底，来得巧，倒省得我再找机会。二少爷何以咄咄逼人？程家就是这样待客的人。得记他出招才能采样，如果没猜错，他最在意的应该是迟疑欠长一智。十几年前也曾有来历不明之人入道，众人以礼待之，那人却狼子野心，做出祸害全岛之事，落得个死有余辜的下场。所以现在是敌是客，得先仔细辨别。就这点能耐，既然你这么有心思，那就那就你没事吧？哥，我没事。欺负我弟，你活腻歪了是吧？上次的账还没算，还敢再犯？当我程家上下都是死的吗？找不到。
差点毁了这岛。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刚刚的晶体是什么？那是神族法身，或许是你经历生死攸关，才激发了他出来保护你。神族法身保护我，以及我终于知道程家弟弟所关何物了。好，应灵，古老的原生神石，视神族为天敌，传说被玄机神族收服，没想到竟被关到思量岛。和神族法身相撞会产生共振，于此间便是空间震荡，心智地脉崩裂，众可知，小岛沉沦。这么严重？怎么想验证一下，你上次在岩洞到底是怎么全身而退的？那次很快就出来了，没触发什么。你已知后果，外面的事自己收个场吧。出岛方法都靠不住，回岛方法倒是多了一个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你还好吗？哎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都怪阿玄太莽撞，冲撞了上线。咱们到此为止好不好？影响结盟，得不偿失啊。是我不知深浅，妄自寻衅上线，老爷要怪就怪我吧。此人竟有如此实力，恐怕要从长计议了。刚刚我也冲动了，多有冒犯，还请程长老和二少爷见谅。不会再有下次了，走。恭送诸位。藏典阁里关于神族的文献非常少，我都看过，只提到神族跟我们处于不同世界，负责协理更宏观的能量运转。我身上怎么会有神族的法身？我知你既然开了头，便会查下去。关于法身，我可以把我知道的告诉你。你说。但以后你一定要躲程家地下那东西远点，总要给整岛等天熟的人留个栖身之地吧。好。法身极其重要，关系神族生死，是神族活在神界的媒介，就像凡人活在凡间的媒介是肉身，仙骨则是仙家居于天界的媒介，相应的媒介在融合神识或灵识便是完整生命。但这尊法身和你的神识并不完全融合，应非你本来所有，我推测是你父母所有。我父母是神族，那他们怎么会到思量岛来历劫的吗？法身留在神界，放神识去凡间体验生老疾苦，才叫历劫。他们带法身一同下凡，应该另有原因。什么原因？我如何得知？想知道你自己去神界查。谢谢你，晚辈明白了。爹，娘，原来你们一直在用这样的方式守护我。可为什么法身没能护住你们呢？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当年真相。这是老爷子的心意，上仙也务必收好。诚然留的吗？此地在北云岭附近，云潭草。朝然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个？难道他已经认出我是谁了？以及，真相这么容易就能揭开吗？会不会是程家设的陷阱？太危险了。不进去，再观察下。每到重大决策你就唱反调，海怪那次你听了我的不也没事吗？我们出手吧。那不就暴露了？机不可失，回头谎称跟凡人一块来的就行了。不行，若他们不信。那不是土姑娘吗？啊，现在要谨慎。哼，怕什么？这个机会我等太久了，必须去。土姑娘，坐吧。这赶紧揣起来，灵溪小姐好不容易偷来的。啊开个玩笑，这不是缓解下尴尬气氛吗？那日海上萧公子冒死救我族人，家父当时暂借玉牌以挡众议，如今也该归还了。这回是真的，拿着吧。萧姐他们是我同族，我已经用玉牌做了这个交易，哪有事后又拿回来的道理？土姑娘不必多虑，虚家欠的恩情自当虚家还，就她属虚家分内，无需交易。既然如此，谢谢灵溪小姐。其实还牌只是顺便，今日请你前来是萧公子的意思。啊，丽娘，我小时候来过四亮岛。什么？喏，这本书灵溪小姐说从小就带在身边，但我可以肯定，这书是我儿时家中的图册。哦，我八岁那年曾和表哥一起失踪过一阵，听家父说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又被神秘人送还，但期间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我和表哥完全不记得。直到今日看到这本图册，我推测失踪的那段时间我应该是到过这座岛。推测的？我书都在灵溪小姐手里了，有据推测。你怎么确定这是你那本？我确定，我想起在船上和人撕扯这书了。船上带你们来的人是我爹吗？想不起来。你就只想起撕书这么点儿？哎，我这段记忆从小到大都是空的，现在能想起这点已经算重大突破了，而且隐隐觉得此事可能和你爹有关，毕竟之前答应关于你爹的事不再瞒你，但我是真的想不起其他细节了。那你们是通过什么方法进出这里的呢？是一个手串，他见过。虽然我们还不清楚用法和原理，但我确实也通过他来到这儿了。原来钥匙是手串。这么看来，你也是参与当年阵法的孩子之一。啊，阵法？就是你说当年引起岛上浩劫的那个？对，我和灵溪小姐当年都在阵法之中。我那时只醒了一小会儿，看到周围有很多孩子，
没想到还有来自岛外的，然后就被爆炸气浪卷走了，记不得其他了。我也只记得当晚睡前的事，再醒来已经是身受重伤，被家人从齐天殿救回了。这本书父母说我一直紧紧攥在手里，但如何拿到的，怎么受的伤，我都不记得了。无论是我爹的下落，还是当年阵法的真相，如果萧霁真的经历过，那从他的视角一定有新线索。只要有办法，想起更多。我曾在虚假典籍中看到过可助记忆恢复之术，需以故地重游为药引，并施以助游术，便可令旧影重现。啊！但岛上对当年阵法之事，至今三缄其口，恐有秘心。萧公子余毒尚未清尽，若让长辈们知晓真实来历，定生变数。若萧公子信我，可由我试试此术，虽不及长辈们熟练。我当然信。就是，没想到灵溪小姐不仅愿意替我们保命，还愿意助力此事。故地重游的话，最重要的当属事发地齐天殿，但那是禁地，有结界和看守。我有办法，就是需要做个准备。正好今日时辰不早了，屠姑娘就在这住下吧，一同准备完，明日一早我带你们进齐天殿。哎，好。好，若能获取萧霁记忆中的信息，当年真相或许会有大推进。但仅凭虚假小姐，真能解决吗？走，他在偷听。上仙三番两次来程家，所谓何事？程仙，原来是程家父亲，还有急事，先不聊了。站住！本就想探探你的底，来得巧，倒省得我再找机会。二少爷何以咄咄逼人？程家就是这样待客的人。得其他出招才能采样，如果没猜错，他最在意的应该是迟疑欠长一致。十几年前也曾有来历不明之人入岛，众人以礼待之，那人却狼子野心，做出祸害全岛之事，落得个死有余辜的下场。所以现在是敌是客，得先仔细辨别。就这点能耐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，那就没事吧，哥？我没事。欺负我弟，你活腻歪了是吧？上次的账还没算，还敢再犯？当我程家上下都是死的吗？
然是护住的。你差点毁了这岛。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刚刚的晶体是什么？那是神族法身，或许是你经历生死攸关，才激发了它出来保护你。神族法身保护我，以及我终于知道成家弟弟所关何物了。应灵，古老的原生神识，视神族为天敌，传说被玄机神族收服，没想到竟被关到思量岛，和神族法身相撞会产生共振，于此间便是空间震荡，心智地脉崩裂，众可知，小岛沉沦。这么严重？怎么想验证一下你上次在岩洞到底是怎么全身而退的？那次很快就出来了，没触发什么。你已知后果，外面的事自己收个场吧。出岛方法都靠不住，回岛方法倒是多了一个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你还好吗？误会，都是误会，都怪阿玄太莽撞，冲撞了上线。咱们到此为止好不好？影响结盟，得不偿失啊！是我不知深浅。妄自寻衅上线，老爷要怪就怪我吧。此人竟有如此实力，恐怕要从长计议了。刚刚我也冲动了，多有冒犯，还请程长老和二少爷见谅。不会再有下次了，走。
恭送诸位。藏典阁里关于神族的文献非常少，我都看过，只提到神族跟我们处于不同世界，负责协理更宏观的能量运转。我身上怎么会有神族的法身？我知你既然开了头，便会查下去。关于法身，我可以把我知道的告诉你。你说。但以后你一定要躲程家地下那东西远点，总要给整岛等天熟的人留个栖身之地吧。好。法身极其重要，关系神族生死，是神族活在神界的媒介，就像凡人活在凡间的媒介是肉身，仙骨则是仙家居于天界的媒介，相应的媒介在融合神识或灵识便是完整生命，但这尊法身和你的神识并不完全融合，应非你本来所有，我推测是你父母所有。我父母是神族，那他们怎么会到思量岛来历劫的吗？法身留在神界，放神识去凡间体验生老疾苦才叫历劫，他们带法身一同下凡应该另有原因。什么原因？我如何得知？想知道你自己去神界查。谢谢你，晚辈明白了。爹娘，原来你们一直在用这样的方式守护我，可为什么法身没能护住你们呢？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当年真相，这是老爷子的心意，上仙也务必收好。诚然留的吗？此地在被云岭附近。每到重大决策你就唱反调，海怪那次你听了我的不也没事吗？我们出手吧。那不就暴露了？机不可失，回头谎称跟凡人一块来的就行了。不行，若他们不信。那不是土姑娘吗？现在要谨慎。怕什么？这个机会我等太久了，必须去。